我们想帮忙客户，帮忙客户当然我会在阿伟在技术研发上再做好一个产品，但是我想这一次是这样集结一点，集结加希望来给我一些技术分享，一些现在怎么拍摄的计划，或者是一些灯光的计划，来带着做一个经验技术交流。啊，特别刚刚主持人讲，特别请来了我们这个美国摄影大师这个比尔先生，他是得到美国格莱美大奖啊，他的这几十年来啊，在好莱坞啊这些的拍摄的一些作品跟技巧啊，利用这个发表会啊，来大家做一个现场的交流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来再来杯。I'm taking 300 watts of light and spreading the light energy over a much larger diffuse surface. 这是一个300瓦的灯源，但是呢，我是以一个比较广泛的范围的把它使用出去。So the idea of this whole exercise is to show you that, yeah, to learn three-point lighting is a grand idea, but I break the rule every day. 他说呢，实际上呢，我跟各位做这个示范呢，也是要让各位了解。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天打光，但是这个规矩每天都是被打破的。那呢，在我们的摄影的环境中呢，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灯源，那方式灯啊或者其他的灯源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就那个绿光的加强或者是削弱来做补偿。Now this light also goes into full color mode. 那实际上呢，这一盏灯也可以进入全色温调整的。And then I can choose any color in the rainbow. 实际上呢，彩虹光谱中的哪一点我都可以调整到。